做演员这么久，演技就是我的看家法宝。巨行天下是一个与同行竞争的擂台，可更像是一个与自己较劲的舞台。在这里，你会为了成功的一大步而狂喜。2014巨行天下，为劳动选秀，选劳动人民的秀。我是马俊伟，我知道你想要的绝非只是冠军。